本期我们隆重介绍 4K 虚拟演播室 UCAST 4K， 高真实度的三维精妙虚拟场景中实现完成从大航拍到主持人脸部特写，是 UCAST 4K 多功能演播室 4K 随心动技术的极具震撼点。无需传统复杂的物理跟踪外置设备以及操作的摄像人员， 4K 随心动技术系统能拟合出摄像机推拉和摇动的效果，展示剖析大屏每一个细节化内容，从整体大屏幕到主讲师精细化剖析，多方位任意创建，随心切换，具备一键智能抠像系统，简单易用。前景人物坐落在三维场景中，具有实际空间关系、自然遮挡关系，使得植入的三维动态物件位于同一层实景画面，也可分层叠加。多彩动态大屏辅助教学微课是课程制作一大亮点，实时叠加的精美大屏可以提前将精心制作的教案突出展现，无论是平板、手机或电脑远程传输过来的 PPT、 电子教案或者资料，都可以在多样化的大尺寸 LED 大屏展现。灵活的搭配方案可以让老师轻松自如地展现自己的作品。多窗口同屏调度是 UCAST 4K 极具闪亮的特性，支持同时显示高达5路窗口同屏。多样式的布局允许虚拟区域与各外来实时信号的主讲人交互主持、互动交流、双方连线，实现黑科技美屏秀的效果。结合 4K 随心动技术，对 4K 超高清实景连线画面做三维空间超级指像素运算，无需电控云台，对固定实景连线画面，系统能拟合出真实摄像机的推拉和摇移效果，同时确保镜头运动间恍如真实跟踪摄像机的节目效果。专业演播室级别的连线效果比监控级的窗口效果更能激发双方的参与热情，非扁平化的连线，立体化的空间连线方式更震撼人心。多类型的实现效果手段对于中央提出的教育信息化的交互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更能形象生动地帮助多样式的课程制作。强大的编辑器允许在三维纵深中自由定义多个窗口各类型布局，具有多样的转场效果，从简单的淡入淡出到复杂的三维动画，一键简单替换。各类型布局窗口可设置边框和动态光效，或从本地三维软件创建完全属于自定义的边框，支持各类型平框导入接口，对形状、阴影、深度以及更多特性进行全方位自定义调控。节目开始前可将布局制作成多画面节目列表，列表中每一个布局可提前设置字幕包装，并跟随布局联动播出，让您在录制或直播中轻松调度切换。资源配置上， UCAST 4K 全能机资源库皆配有虚拟场景500套与字幕模板300套供随时调用。我们坚信 UCAST 4K 校园虚拟全能机是最适合满足您各类需求的演播室解决方案。